欢迎来到本期私人岛屿系列。上一期分享了太平洋上售价为3900万美金的法属波利尼西亚私人岛屿，本期分享一座价格相近的巴哈马私人岛屿 Hummingbird Cay。 Hummingbird Cay 位于巴哈马南部埃克苏马斯清澈的原始水域，距离大埃克苏马大陆只有5英里。岛屿附近还有一条6500英尺长的商业化国际飞机跑道，距离该岛只有15分钟左右的乘船路程。附近的大埃克苏马有国际港口、酒店、餐馆等基础服务设施，甚至还有一个格雷格诺曼高尔夫球场，这些都为 Hummingbird Cay 的岛屿生活提供了现代化的便利。 Hummingbird Cay 基础设施齐全，有现代化的太阳能系统、互联网和通讯服务，其中蜂窝电话和互联网服务由巴哈马电信公司提供。此外，这里还有一个供小船或水上飞机停泊的港口，日常出行也很方便。这个占地175英亩的海上绿洲被清澈的海水和不断变化的沙洲、珊瑚礁和天空的风景包围，罕见的海鸟如海鹰和军舰鸟经常在岛屿上空翱翔。这里全年气候温暖，风景迷人，非常适合度假。该岛过去50年来一直是业主家庭的度假胜地，岛屿东侧建有几座住宅，共占地1700平方公里，其中包括一座主楼、3间招待所、公共设施和员工宿舍。住宅的风格偏北欧风，简洁清新，室内空间布局设计宽敞明亮，非常适合朋友聊天聚会。岛上有一个2500英尺长的白色大沙滩和两个较小的海滩，海岸边就是钓鱼、潜水和划船的绝佳场所。岛屿周边的海水中富含巴哈马当地的美食，如龙虾、海螺和石斑鱼，因此也深受户外运动、潜水者、浮潜者和钓鱼爱好者的喜爱。你可以花一天的时间在色彩斑斓、活力十足的珊瑚礁上浮潜，亦或是在附近无人居住的岛屿上探索无迹可寻的海滩，进行古钓，或者去镇上的码头餐厅体验当地特色美食。这里还有许多海拔较高的地方，可以提供极好的视野，非常适合建造新的住宅、健身房、网球场、海滩小屋、冥想或艺术工作室等。总之，这个远离城市、安静隐秘的巴哈马私人岛屿可以带给你无限想象空间。不论是创建属于业主自己的热带家庭地产，又或是发展成为一个超高端的精品豪华度假村，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正如之前分享过的 Darby Island、 Little Ratchet Island 和 Royal Island 一样， Hummingbird Cay 也是巴哈马非常值得投资的热带岛屿。除了英联邦国家身份外，巴哈马还为外国投资人提供了便利性及保障性，包括税收优化、公民身份获得、隐私保护、永久产权物业持有权等政策优惠。 Hummingbird Cay 是永久产权岛屿，目前正在出售中，售价为3500万美金。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，我们下期见。